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曹可凡。从古至今呢，描写春天的诗句啊数不胜数，可是其中大部分都是对白天景象的描绘，因为在白天呢，春色烂漫，一览无余，更容易借助于诗笔和画笔来进行非常直观的表现。而当夜幕降临，它掩盖了一切的物象和色彩，似乎就很难描摹。但即使这样，依然也有人另辟蹊径，写出了描写静谧春夜的千古名篇。这就是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这首《鸟鸣涧》，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。《鸟鸣涧》，唐·王维。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。刚才我们朗读的这首诗呢，是唐代诗人王维的《鸟鸣涧》。王维曾在他的好朋友黄甫岳的云溪别业住了几天，《鸟鸣涧》呢是其中的一处景观。在这里，王维写出了黄甫岳云溪杂题五首，其中的每一首呢都是对一处风景的描写。今天我们要讲述的《鸟鸣涧》呢是其中的第一首。一开篇，王维就从人闲两个字起笔。我们不要小瞧这两个字，看上去呢虽然漫不经心，其实奠定了全诗的基调。以下诗中所描述的种种景物都是在这个前提之下的所见。大家知道这个桂花的花瓣啊非常的细小，别说是在夜晚，即便是在白天也非常难察觉到花落。而此时呢，作者身边没有人事烦扰，或许是桂花掉落在衣襟上的一丝触觉，或许是不易察觉的簌簌声响，又或许是花瓣飘坠时带来的一缕花香，竟然呢也被作者轻易捕捉到，可见内心是多么的娴静。我们小的时候啊，读到人闲桂花落这句的时候啊，心里边都会有疑问，桂花不是在秋天才开的呢，怎么会出现在一首描写春天的诗里头呢？其实关于这一点呢，学界也有不同的解释。有一种人认为呢，桂花有春桂、秋桂和四季桂等等不同的种类，这里描写的当然是春桂。而另一种意见呢，则认为艺术不一定是照搬生活。据说王维曾经画过一幅《元安卧雪图》，大雪之中啊，芭蕉碧绿，显然不符合现实。但是呢，出现在艺术创作中，却又不显得违和。不过联想到王维的这组诗是为朋友黄甫岳的云溪别墅写生，想必描绘的是实景，所以呢理解为春桂啊，似乎是更加合适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已经完全融入景色中的王维呢，继续用心去感受周围的一切。静谧的夜晚，春山一片空寂，明月呢缓缓升起，皎洁的月光没有了山体的遮挡，直接倾泻下来，竟然惊飞了一只山雀。它拍打着翅膀腾空而起，不时发出一两声啼鸣。这鸟鸣声呢，似乎打破了夜的寂静，但是又何尝不是反衬出了这种寂静呢？正所谓蝉噪林愈静，鸟鸣山更幽，就是这个意思吧。这首《鸟鸣涧》呢，历代学者认为堪称是盛唐山水诗之绝唱。我想所谓的绝唱呢，就是不管这首诗我们有多么的熟悉，不管曾经读过多少遍，每一次朗读呢，依然会感觉齿颊余香，依旧会为它的美而心动。
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中国传统绘画中呢，有一个专门的题材叫做诗意图，也就是根据前人经典诗句的意境创作画卷。王维作为有着诗中有画、画中有诗美誉的山水田园诗人，他的诗更为后世画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思路。那今天我们要欣赏的这幅画作呢，虽然并不是有意根据王维诗意进行的创作，但是呢，与他的鸟鸣涧的意境啊，可以说是高度统一。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幅《松涧山琴图》。这幅画的作者是谁，我们今天已经很难考证了。在不到这么一平方尺的画幅上，这位不知道名字的宋代画家为我们非常仔细地经营出了这样的景致。嶙峋的巨石仿佛被湍急的山涧从中劈开，左侧一株老松从石缝里挺立而出，枝干遒劲，如同龙鳞，松针苍翠，亭亭如盖。树上呢，松萝低垂，松下翠竹掩映，溪流从山涧呼啸而下，带起阵阵清风，松萝和竹叶呢，仿佛也在随风轻轻舞动。这幅画呢，没有刻意突出时间，你可以说是白天，也可以理解为夜间。中国传统的写意画呀，就是这样，可以用不同的解读方式。我们大可以把它设想成为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，一切景物呢，在月光之下都无比的清晰，就连几只山雀的翎毛都历历可数，它们仿佛被皎洁的月光惊扰，在树间翻飞鸣叫，打破夜的寂静。全画生动形象地再现了王维笔下的名句：“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。”一首唐诗，一幅宋画，相隔数百年，情境如此相似，情韵如此相同，这样的情况呢，在中国文化史上并不是孤立，这是属于中国人的独特美学，是一种艺术上的通感，是对春回大地的热情礼赞，也是对静默不言、大美不言的大自然的歌颂。